天我们出去骑单车，然后压单车。今天又是被 Lululemon 撑爆的一天，等等，又在耍帅了。大家有看过上一期的 vlog 吗 ？OK OK， we get the point. Sure.超帅的！那今天我就可以用这个羽绒还有这个背包来实测一下骑单车，实测一下骑单车到底好不好用。他最近都在穿这个羽绒，狂穿。还有这个裤子也是，对，裤子也是上次那个 Lululemon 的开箱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等我介绍一下我今天的穿搭吧，这个运动单车穿搭。今天呢，这个外套，那我最喜欢它的设计呢，就是这个设计就是只是有这里是一部分，然后手了、肚子了是像正常一件 jacket 一样，然后它里面其实是全件都是羽绒，真的耶，那超暖应该是。对对对，然后也很防风。哦、这个、对，这是防风的那种布料是吧？对，骑单车就会很大风嘛。你跟大家说，他自从这个衣服到了之后每天都在穿。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反光的地方，然后后面的车灯照亮你的时候你就会闪闪发亮，闪闪发光。对，然后我今天的裤子你们猜，对，也是 Lululemon 的。那今天就选择了一个蓝色的裤子，因为王子说我整天就穿这个黑色的。它的带子啊也是很实用的，就是我的裤子后面有一个给你换这个锁匙，钥匙吧，拉链的包，拉链还挺好拉的。如果你出去是做这个运动啊，这个单车你不想带这个钱包的话就可以只带这个房卡，超多的，有三个口袋。反正我就是觉得我这身的穿搭和我这辆单车是很帅的，全街最靓的仔是吗？对。那接下来我介绍这个背包呢，你们知道，你们猜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是帅。好，真的很帅。它的分层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实用。 OK， 那这里有两个随物袋。那作为这个王子的工具人，他在户外拍摄的时候，你们猜是谁帮他拿东西？就是我。我觉得这个是真好，因为就是有时候水壶放外面的话就很丑，其实是不好看。还有的放在里面就特别好看，这样子。这个位置呢，我通常就是放一些像我单车的工具。那你们知道一个工具人的备配标配，里面就有什么呢？这个脚杆、脚架一号，照相机一号，他拿着的是二号。然后还有一沓纸巾，超能装的耶！还有插电线，还有巨多。这就是我的发油，谁出门会带发油？哇，这个里面还可以装电脑是吧？对，我电脑平时放这里，有一个就是有弹性的这个网袋可以放电脑，还有有些 cushion 就是可以保护电脑不用受到这个冲击的伤害。好，蒙娜丽莎完要揭开她神秘的面纱了。噔噔，Hello everyone， 到我啦。然后今天我穿就是 Lululemon 这个 hoodie 啦。我骑单车很喜欢穿 hoodie， 我觉得很舒服，很方便。它是很宽松的款式，然后就可以把半个屁股遮住。然后这个粉红色我超级喜欢，它是那种很嫩的 baby pink， 就是很衬肤色，显得脸色会比较好，然后比较白净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这衣服就是两个超级大的口袋，这个口袋里面呢还有一个小口袋。我们看我在里面放了一个我的唇膏和放了一个备用的电池，这样子放在这个小口袋里面呢，东西就不容易掉出来了。然后这个口袋还可以作为取暖的功能，觉得自己像袋鼠的感觉。然后我想重点推荐这个我最爱的 Lululemon 单品，就是它的 Align 这个系列的瑜伽裤，超级无敌舒服，它是奶油一般，很丝滑，很贴肤的感觉，穿在身上之后感觉好像没有穿裤子一样，超级超级的舒服。我觉得它是我的半永久的瑜伽裤，我穿它可以
干什么都行，可以坐飞机，然后去做瑜伽，在家里面吃饭啊，然后上班啊，都是 OK 的。这个裤子呢，它是个高的设计，这样可以把一些小腹的地方呢包裹得非常的好看。然后我觉得还是有这种提臀的效果。然后我的内搭呢，也是穿 Lululemon 他们家的一个这样的长袖，它这个叉指设计我觉得非常好，这样可以握单车的时候啊，有这种保护性，而且呢，有种就是保暖的功能吧。然后呢，我的这个衣服是非常修身的，把你的腰线啊什么的都包裹得非常好看。是蓝色的一天哦。One hour later。披荆斩棘啊！安妮 ，What？ 啊，今天我们俩都是被Lululemon上班的一天。这个 jacket 我超喜欢，它非常的修身，超好看，而且很保暖。有没有看这个模特的圣人？什么？模特的圣人，圣才。哦。哦，这个身材不错哦，嗯，挺纤瘦的呀。哎，我跟不上了。跟Lululemon的合作呢，我觉得我这个饭掐的是恰如其分，因为我真的是他们家的忠实粉丝，骨灰级粉丝啊，就是在下本完了，我太多他们家的东西了，真的是简直承包了我整一个健身衣橱。那这次呢，给大家推荐的女生有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 Perfectly Oversized 的 Baby Pink 颜色的连帽衫，还有 Align裸感瑜伽裤，这个真的是太好穿了，我强烈打 call， 你们一定要去试。还有就是跑步裤，特别喜欢它的旁边的口袋和后面腰部的口袋。还有就是非常显身材的 Define Jacket， 巨好看，巨显瘦。还有就是 Free to be Bra 的运动内衣，他们家运动内衣都很好看，每一个颜值特别高，特别上相。男生单品的话呢，我会建议各位男生宝宝们，或者是各位女生想给男朋友买的话呢，可以选择 ABC 慢跑长裤，非常的舒服，很好穿，而且呢实用性很高。还有就是 Down for it all 的羽绒连帽外套，这个也是功能性特别强，而且呢也很美观。还有就是 Water weight 的拉链连帽衫，也是很好穿，很舒服，弹性特别大，男生们一定会喜欢的。最后呢就是 More Miles Active的双肩背囊，容量巨大，是各位工具人男生们的必备，然后也可以当做商务包来装下电脑什么的，都是 OK 的。除了他们家的运动服饰之外呢，他们家很多衣服也是可以适合平常休闲穿的，例如上次我的 vlog 露出了那个派克大衣，我还以为香港穿不到，谁知道这几天香港就降温了，然后我还感冒了，然后据说下周还会跌到10度以下，这时候这个派克大衣简直就是我的救星了。它是一件衣服抵两件，它外层有一个防风的风衣外壳，内层呢是非常柔软保暖的羽绒，整件衣服可以两件合起来一起穿，也可以单件拆开来穿，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。
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几乎都是 Lululemon 他们家的忠实粉丝，那么种了这么多草，大家一定非常心动吧？现在正值双旦优惠季， Lululemon 的微信商城有非常大的放送给大家，不仅有单品惊喜价，还有满减，总之就是超级划算。那具体怎么薅羊毛呢？我来帮你们梳理一下。首先，第一个是从2020年12月22号到2021年1月4号期间 ，Lululemon 的微信商城全场满1499就减100块钱。第二个是很多人气单品都会低至5折，而且还可以叠加满1499减100元的折上折礼。他们家每次打折都要去抢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早早的蹲好，然后去拼手速。不过呢，没有抢到也不要这么快放弃，因为他们隔天就会放出一些新的折扣单品，大家多去蹲蹲，多去刷刷，就一定能碰到自己想的东西啦。第三，除了满减和折扣之外， Lululemon 商城还会在每天早上10点推出3组不同的限量礼品组合套装，超级推荐大家去蹲点抢购。咚，这次惊喜的博主优惠来了，这一次跟 Lululemon 合作，他们给到我专属的博主优惠，大家可以通过评论区置顶评论当中的丸子专属链接注册会员，并且呢在微博 at 我或者直接留言私信我，我会随机抽出5名赛出购物车的粉丝宝宝们，送给你们满300减300的购物券，是不是超级优惠？大家也可以经常去微信商城刷一刷，他们隔天呢就会放出一些不同的折扣单品，非常的优惠的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啦，我是真心非常推荐 Lululemon 他们家的运动服饰，我真的是觉得幸福感超级满的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给我一键3连，然后去抢福利啦。